天下父母心哈，这个其实怎么安慰都没有用，痛还是很痛。那苑琪是一个很善良又乖巧的女孩子，又是一个勇敢又坚强的母亲。我想最美好的仗她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她也跑尽了，该守的道也守住了，上帝一定为她戴上荣耀的冠冕。天下父母心哈，这个其实怎么安慰都没有用，痛还是很痛。那苑琪是一个很善良又乖巧的女孩子，又是一个勇敢又坚强的母亲。那她自己哦，也说她是基督徒，她需要祷告。我想最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他也跑尽了，该守的道也守住了，上帝一定为他戴上荣耀的冠冕，他去当天使了。那谢谢大家，他那么孝顺，那么乖巧，他一定很自责啊，对啊，但是不会，我觉得他做的刚刚就像我讲的，最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，他很勇敢，真的他很勇敢，他已经够棒了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大家都看得到。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一个影了，对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，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跟你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吧，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得很昏虚的，不好意思了。他干嘛的？啊、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我们没有心情讲话、啊、对，刚刚下去就先送到一兵的那个冷藏冷冻库，那我们交给人本去处理，刚带走了，那他们的平辈的人送他过去，我们就不便过去了。明天可能才能整理好他这个他的灵堂，是不是啊？
那可能后天才开始，才开始开放大家过去。他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一个音了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，那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跟你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吧，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得很回去的不好意思了。Thank you.